排好，排好。今天非常欢迎小朋友到我们西柏楼雷锋四季展览馆来参观学习。我觉得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噻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自己也获得了很多快乐。先将巨人打下来的姑爷过来个徘徊以后，再往上面走，我就打算了我的余生就是在这个学雷锋的路上一直走下去。我每天7:15这里上坐地铁到浦房兴广场，一十二分钟在地铁上面，所以坐地铁比公交快，时间算得好，基本就相差5到6分钟。几乎每个工作日的上午，湖南省长沙市62岁的谢安沙都会准时出门，乘坐5站地铁，再步行10多分钟。来到长沙市最繁华街道之一的坡子街，这是长沙最繁华的地方了。我每天都在这个坡子街巡逻，搞文明劝导啊，共享单车没摆好啊，摆好个单车啊，发展里面的这些白色垃圾啊，我们都把它清除掉。作为长沙市天心区德旺志愿服务中心的负责人，谢安沙总是第一个来到坡子街街道西牌楼社区的工作室。谢安沙从小在西牌楼社区长大，虽然10年前他搬了新家，但心里却始终惦记着这里的老街坊。上到80岁是下到几岁的小老人呢、啊？小朋友都认识，因为这我们这小区的这些老人，我这知道你是独居老人。我说有时候刚搬回来的，我说你来了认识了我，我们就是永远的朋友了。2010年。谢安沙在西牌楼社区组建了一支志愿服务团队，从那时起，他忙碌的身影每天都会出现在社区里街道上。尤其是赶上假期，谢安沙和志愿者们比平时更忙了。排好，排好，排过来点。很多人想象不到，社区的一条小巷里居然有一个看上去非常特别的雷锋世纪展览馆。展览馆虽然只有2个小房间，却显得别具一格。今天非常欢迎小朋友到我们西柏楼雷锋四季展览馆来参观学习。1963年3月5日，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就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，各位寒暑假的学生都到我这来，到我打卡了。所以我也给他们打卡也是有规定的，不是说你来我就盖个章，要看雷锋故事，起码看1个小时以上。2019年，为了让雷锋精神激励更多的人，谢安沙有了将自己的房子改建成雷锋世纪展览馆的想法，可在当时他周围的朋友几乎没人赞成。你自己每个月收的2000多块钱雇月啊，你这一年就损失2-3万啊，那又何必呢？做个义工还可以，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，挺不划算眼的。尽管许多人反对，可谢安沙还是下了决心。为了建一个有模有样的雷锋世纪展览馆，他不仅自筹资金，还没少花费心思。我的设计是一步一步。所以像这里我首先请了一个雷锋塑像，我后来自己又到了个桌子请人，因为我到雷锋纪念馆啊，湖南雷锋纪念馆去了不下于10次20次。这个在社区里的雷锋世纪展览馆2022年建成并对外开放以来，一类既接待省内外2600余人次参观学习，举办长沙市中小学生班级活动20余场，如今这里更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。办这个雷锋纪念馆也是在我的初衷，我就是说我学雷锋要从小做起。每当看到来参观学习的孩子们，谢安沙便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次经历。谢安沙也是在他们这么大时将雷锋这个名字深深刻进了心里。我的小学3年级，我们学校组织到雷锋
故乡啊，雷锋的展览馆去，我们当时走路去了15公里。我参观了雷锋的事迹后啊，我就说我长大了，我要当解放军，也像雷锋那样工作生活。1979年，谢安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，像雷锋一样参军入伍，成为了一名军人。1982年，退伍后的谢安莎成为长沙市的一名公交车售票员。走上平凡岗位的谢安莎，曾经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一开门子就站着车下去，请下车，那老人就扶他一把，要上的老人就拉他一把推上去。所以我遇到盲人的时候，我都下车扶他们上来。那时候买月票吗？我帮着乘客买月票啦，反正搞了很多一些服务了。工作上看似很微小的一些善举，让谢安莎在同事中脱颖而出。一年后，因为工作成绩突出，她被评为长沙市首个文明礼貌月的服务明星，并被共青团中央授予优秀乘务员的荣誉称号。跟雷锋分不开的，是因为这个是一直在激励着我。我就说实在说简单的，就是我一直想做个好人。2006年，谢安莎从单位辞去工作，开始创业。她的公司就开在社区自己家里。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谢安莎加入社区志愿者行列。2010年，谢安莎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组建了一支志愿者团队，全身心带领团队服务社区。每年五一小长假、十一黄金周，太平老街每天人流量可以达到10万人次。即便是平日里，游客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情况也不少。他想看花鼓戏，找不到地方了。看花鼓戏啊？湘江剧院那咋样的呀？不远，过来个徘徊以后，再往上面走。有没有1公里啊？不到1公里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好好。我们每个人都是长沙的亲戚，去到红毛家，所有的游客知道我们是为他服务的，所以他们也很信任我们。从2019年开始，谢安莎带领志愿者把街巷巡查常态化。这些平均年龄62岁的大叔大妈，每天分成3班，在社区和繁华商业街开展政策宣传，劝导文明出行，服务游客。这对儿没带手机和家人走散的母女，首先就想到向志愿者求助。喂，喂，你好，你在哪里？你老婆和小孩在我这里，你在哪里啊？他现在在这个太平街，这个太平街南门这边。哦，这边是不是在那个娃娃那里？这边啊，是这里。你就是解放西路这条，这个。太平街南门这边，太平老街，这里等你好吗？善举虽小，贵在坚持。通过点点滴滴的一些小事，谢安莎带领的志愿者团队得到了游客的认可和夸赞。在谢安莎和团队成员志愿服务精神的感召下，很多老年人都加入进来，并乐在其中。到街上拿个喇叭喊一下，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吧。你说垃圾，不管是长沙人外地垃圾都注意了，不落地。是我说我的手机，但是思想是不关机的，有什么事打电话来，第一时间赶到。大家的认可，我自己觉得也是有一种成就感。所以上到80岁，小到几岁的人都认识我这个老谢，所以他们有什么事呢，我还是感到高兴的，就他们有什么事比较信任我，能够都来找我。西牌楼社区商户多，老旧楼房多，人口密集，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发生磕磕碰碰的事儿。作为社区的老居民，热心的谢安莎把调解邻里矛盾这种容易得罪人的事儿，也当成了自己志愿服务的一部分。昨天这个买鸡的这个胡姐啊，找到我，
说对面那个卖鱼的把这个脏水都框到他家门口，还骂骂咧咧的。我呢今天就过来看一看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，想来调解调解一下。张姐，感觉生意好不咯？生意还可以嘞。听着讲，感觉个在蒙古的有点啥子毛的说干咯。是的咯，好久没拿水，我那车子的水放在不漏得还那边的，它就能不干了。嗯。不是打尿垮了，会不会漏得还漏得屋子的？嗯。跟家的妹子也不差，她也过年的时候不？我就哈就干个了呀，不行了的。嗯。我就问了到嘞，问这么几十年生意的，他是。所以讲，大哥都过来是什么的？是交债的，所以讲没得，都难的，因为他过去是没得过来做生意。好，他现在搬回来了，在这里做生意呢，所以没得过去是开地方是别个人的，现在也两个在这里，所以说呢，因为没得，多赚点钱啊，大家一开心点，这样涨个子是不咯？涨个子升个子，都有好处是不咯？好的好的，下次注意点就是的了。有时候万一你有点事，他也可以关照你的看着门面呢，因为你给他门当那个，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事情后。不但要没隔阂，还进而成为更好的姐妹。谢安莎说，她解决邻里矛盾其实没有诀窍，就靠多年来在社区做志愿服务积累的人气儿。志愿服务得到了居民和商户的认可，大家对她也自然多了几分信任。我跟他们都是朋友，反正这我跟西柏楼这边走，每个打招呼啊，所以打招呼的目的也是套近乎了。2022年，社区里一家餐馆升级改造时考虑不周，因为排烟问题和楼上几户居民产生了很大的矛盾，居民不断投诉，导致餐馆改造后迟迟不能开业。餐馆经理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谢安莎。从街道啊、社区这了解到，谢叔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，就是他跟这边当地的居民啊，基本关系都非常好，就是很多事情呢，他能从中就是去调解成的。那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就找了这个谢叔。起初，谢安莎上门向几户居民了解情况，可他没想到接连几次都吃了闭门羹。那也是跟他闹得很交心的，首先他们都是不理睬，不要管。他们说老谢给面子给你，就是你不要管，让我们。我说我在这个社区我待一天，我说大家还委托我来搞事，我就把这个事情你好他们好大家的圆满，这是宗旨。烈日似火的季节，谢安莎以老邻居的身份，在一个月时间里十余次上居民家中听取诉求，协商解决办法。谢安莎多次奔波，反复做工作，餐馆决定将排烟系统优化升级，得到了居民的认可。最终这起纠纷在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顺利解决。我们跟他们沟通了很多回都没有沟通，都无果，但是他一出面这个事情就圆满解决了，是非常感谢他，真的是一位非常有热心的一个代表。他对我们的印象就是说，就用我们长沙话来说，是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，把很多就是家庭矛盾啊、邻里矛盾啊，通过他们自己的调解，其实居民自治在我们社区是做得非常好的。2022年，为了更加规范化，谢安莎将志愿者队伍纳入长沙市天心区民政局管理，并更名为长沙市天心区德旺志愿服务中心。谢安莎组建志愿者团队之初，队员只有寥寥几人，如今他们已经发展成为有190名队员的大团队。团队的主力军不仅绝大多数是老年人，而且他们当中有的人并不住在西牌楼社区，有的人甚至家庭情况还很特殊。所以他们有些住得很远，要坐地铁坐公交坐一两个小时的都到我这来。那个唐阿姨，她家里那么老公瘫了，我昨天晚上沟通，她孙子又住到医院去了，那白血病。但是我这里的通知，又要做义工的活动的通知，只要发到群里面，他就尽量都赶到这里来。所以这些事情，我说他能够把自己一点时间都拿去做
那奉献给我们，所以我都觉得在被他们这些人上感动。啊，在家里照顾好丈夫，还有个孙女，是不是照顾两个人，还非常积极的参加我们的这个公益活动。有时候肯定感觉内部年纪有这么大了，有时候也想不去，但是有一种精神支持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去。再怎么忙我也赶着去，直到也没有，直到一点点也没有事，他两位团的会关照我的，我还是很开心。谢安莎说，要队员们无私的付出，必须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。在队员们心里，他既是团队的主心骨，也是大伙儿的贴心人。谁家有困难，谢安莎总是伸出援助之手。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一样，我们的安莎团长他非常的有人情味，就说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他只要知道了家里有病人了，或者他自己不舒服了，他都会嘘寒问暖，去关爱关心他们，真正的就是用心去关爱他们。是，我说我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的，有什么事打电话来，谢谢的，第一时间赶到，大家都认可了，我自己觉得也是有一种成就感。夜幕降临，谢安莎忙完了一天的工作，在拥挤的人群中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她说，和队员们用点滴善行在践行着雷锋精神的每一天，虽然身体疲惫，但内心都无比快乐充实。我觉得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自己也获得了很多快乐。我就打算了我的余生就是在这个学雷锋的路上一直走下去。